刚办年货，红红火火过大年。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呢是我县的一家超市里面，一进门啊就被这浓浓的年味儿给吸引住了。在我身后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年货，而且许多的市民啊已经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选购他们过年需要的年货了呢。我在这边逛一下，看一下有什么可以买回去，大家一起过个新年，开开心心的。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对新年的时候有什么新年祈愿吗？有的有的，首先呢就是希望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幸福快乐下去，然后今年也算比较特殊的一年，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挺过这比较疫情的比较困难的时期，然后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今年呢又是一个特殊年，我们超市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呢，为了让全市民过一个那个有氛围的中国年，我们早早备足了这些年货，像这些我们今年也新增了一些新春对联啊、小饰品挂件，还有一些坚果礼盒。嗯，同时呢也祝大家在那个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后也希望我们全国的疫情能够早点结束。